挑战一千个跑酷房，看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挑战。这期挑战浙江跑酷房，看名字就有点嚣张。接下来就来看看跑完全程需要多长时间。先给挑战者送上编号，记不住的可以双击保存。OK 呀，从进房间到挑战成功，这个用时确实有点长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接下来就来看看小孩子通关他家的最快记录，你们顺便猜猜看，我缩短了多长时间？OK 呀，小伙伴们，这速度缩短了，你们还有比我快的吗？小子牛